好大的口气，先抓起洋再来找我谈。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未来丈母娘站在你面前，你却只能叫阿姨。当今社会，女追男，哥当家，男追女，哥干妈。各位兄弟，你还用搞不定丈母娘？在她光棍吗？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各位兄台，你还用丈母娘每天对你挑三拣四，而心烦不已吗？若想丈母娘中意你，请关注以下内容。讨好丈母娘第一集，女人爱美是天性，买对化妆品送给她。丈母娘，玻尿酸帮你重塑脸型，羊胎素让你皮肤嫩嫩，还有韩国美容改造之旅，哪不满意改哪里 ，so easy。我姑爷，这哪弄的？这是找老王代购的。讨好丈母娘第三季，带她看相亲节目，让她知道现在的好姑爷有多难找。还是我姑爷好。有请下一位。大家好，我叫罗晋，我在英国留学，从事影视工作。I want you， 快来我的阿米 family。丈母娘，那我呢？我以为和你没未来，分手吧。看我们都爱笑。世界至宝智能手机 eLife S 5.1提醒您本期看点。爱笑版天龙八部尽展绝技，扬威寒冬迎战镜子屋史上最难挑战。爸爸好厉害！师傅，错了，哇，你确实错了。只要努力，微笑也会很精彩。后宫也玩朋友圈，晒个性，晒心情。好美。磨皮了吧？好友生日敲打愿望球，女友出现愿望实现。韩豆豆，你愿意嫁给我吗？精彩不断，爆笑不停，就在今晚，我们都爱笑。那你说句话怎么这么难呢？我们都爱叫，由玉桥鸡尾酒领导品牌 Real 鸡尾酒冠名播出。今晚抖动你爱笑神经的明星有杨威、韩栋，和你一起爱笑的还有乔旭、陶然然、德白、肥龙，还有更多的爱笑兄妹。爱笑滑溜溜，滑起来。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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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那你是我们乱跳第三个世界冠军，第一个是李小鹏，第二个是刘璇。璇来过了是吧？来过了。内勤啊，他内勤。我看过。那悬疑那期你看了？我看过。那期演的什么呀？那一期就是王涛和刘璇，然后呢还有一个。你真看了呀你？啊？真看了。我还厉害。林哥平时，听说你会教杨洋做很多这个体操动作，到底会教吗？那能不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好。哎呦！哎呦！这是什么动作？倒立。咱们要不要来一下？来了啊！你看好啊！哎。来，像不像？怎么样？可以吗？不行，不行啊！
好，那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动作呢？你让韩东哥来学一个。那个，不过。呀呀呀呀呀！一二七。哇呀！哇呀！你看，你看啊，好，一二走，可以吗？这个也算。我呢和韩东哥哥已经做完这些动作了，你要不要给我们颁个奖？好。最佳摔跤奖，最佳完成奖。最佳。对，身段奖，身段主要是什么意思？就身材。最佳笨蛋奖，这个明白了吧？你想把哪个？最厉害的奖。确定？这个是我的，确定吗？确定。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最佳笨蛋奖。我刚才完成的很不错呀，关键是。你想给我哪一个？然后你给自己留了一个完整的。应该是对的。走，咱们一块去，走了。好了，洋洋。韩栋，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在生日这一天向女友求婚，然然是你的好朋友来帮你布置家庭。布置怎么样？我觉得布置的还是差了一点，还差一点啊。关键这个圣诞树不像是，这许愿树，这是你像圣诞树，不像许愿树。然然，你给韩栋准备了一个求婚的礼物，你现在拿给他。没准备礼物吧？我都给你准备礼物了。哎呀，好兄弟，好兄弟，我都忘了。打开看看吧。当当当当。哇，这个，这是裙子。裙子。然然，你让韩栋先穿上试试，合不合适？我也不了解你女朋友身材怎么样，你看穿着是得尺码。对，尺码应该正合适。你试试。我试试。你试试。我替我女朋友先试试啊，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转个圈让我看看，转一圈，对呀，美美的转，美美的转，对，还行，挺好的，我觉得，好，就这么定了啊，谢谢你啊，好兄弟，韩栋，电话铃响了，你去接电话，我给你把礼物放了，好。电话是你女朋友打过来的，喂，她说要跟你分手。什么？怎么了？怎么了？肚子疼啊？慢点，怎么了？我要坐会儿。怎么了？刚才她来电话，她说她要跟我分手。跟你分手？对呀、啊，你说我这，我哪还有心情过生日？那得过呀，生日开心呢。不行，我不能开心。这是两件事啊，先把第一件事给做了。这个时候，好兄弟杨威和肥龙也来到韩栋家。韩栋，你看，呀呀呀！生日快乐！谢谢谢谢，给我干嘛呀？谢谢杨威，你把你拿来的条幅挂到梯子上。条幅，对，我给你带条幅了，你知道吧？你还给我带条幅了，你是不是外事？来，我现在想哭啊！今天生日，你来了，来了，来了，这气氛，你看，这一起高兴啊！你说句话，我跟你说句话，说什么话？杨威，我跟你说句话，就是说你生日。你咋这么挂的就是你呀挂的就是你呀你说句话怎么这么难呢今天生日啊跟他求婚分手啊分手也得布置啊你就打算分手啊对呀、啊
怎么办呢？啊，这样吧，啊，那怎么办呢？那个，洞洞，怎么办啊？你先别难过，我们三个一致认为呢，你先把生日过了，对，先开心。他分手也快乐，咱先开开心心生日过。哎，对，杨伟，你去冰箱里拿饮料。生日，对呀，咱先拿点饮料啊。对，也对，先过生日。来来来，先搞点饮料啊，这是你的，来喝一点吧。分手干了，干了，分手就得喝。千愁，喝吧，干了。我就感觉，哎，有点晕。然然，你们看到韩栋还是不开心，决定唱歌给韩栋听。你真的听，咱们唱一下啊，咱们唱一首，开心的，分手快乐吧。分手快乐，祝你快乐，我们可以过得更好的。哎，来啊，咱俩怎么唱那个呀？哪个咱俩老唱那个？好啊，好，来不来？来，你俩唱的是哪个？来，二三，走。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别爱我，行了，你们不要闹了行不行？我现在心里很难受。你们别这样行不行？搞点放在生日。然然，你们现在给韩栋唱一首生日歌。唱生日歌吧，好不好？我来整点生日歌舞啥的。今天整一个生日，对吧？对不起。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来。谢谢啊！生日快乐！这样唱歌姿势太难受了。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韩栋，你这会儿不开心，你更想哭了。哎，现在高兴了还，我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电话响了，杨伟，你去接电话。谁来电话？是老婆打来的电话。电话在哪？你不知道我们家电话在哪吗？喂，老婆。是肥龙的老婆。肥龙的老婆。老婆。啊。肥婆，啊，肥婆，你咋管谁都叫老婆？龙的老婆吧，谁的老婆你瞎叫？你先，老管别人叫老婆，你这，喂，媳妇怎么着？老婆让你和杨威一块回家。啊，好，行，好，我们这就到啊。说什么了？走，怎么着？走，咱俩走吧。你俩走，生日不过了。今天我过生日，你怎么能走呢？没办法，媳妇儿有我，老婆急了。先过生日，你先走啊。那你们就回去了是吗？那没办法，老媳妇急了，家里等着。本来我挺开心的，可他们走了以后，我又伤心了。不还有我呢吗？还不如走了的好。然然，你为韩栋准备了一个愿望球，打破这个愿望球就能实现愿望。你呀，这样吧，我还有个惊喜给你。我给你准备了个愿望球。你要是能把这个愿望球打碎，你就能许一个愿，这个愿望肯定保证实现你。啊，我给你拿锤子啊！还出这个呢？打呀！打！哎呀，还有礼物呢！啊，真的？这样啊，你写个愿望卡，贴到壁炉上，你的愿望就能实现了。啊！啊！你怎么什么都藏在冰箱后面？这儿有冰箱没？别闹！这字写的太难看了。你不懂，这个叫艺术。接去吧。我的愿望就是，我的女友。愿意嫁给我，说到壁炉上就 OK 了，就是日乐那儿。哦，我知道了，我先把日往上挪一挪。韩栋栋，
说实话，你真吓着我。哎，今天就是给你个惊喜，怎么样？开心不开心？开心吗？故意骗你的，你看你俩，你俩多般配，看。韩豆豆，你确定她真是我女朋友？当然是你女朋友了。对呀，怎么样？惊喜不？她一定有话要跟她女朋友说。女朋友。女朋友叫小敏，女朋友。今天你的生日，我特意准备了一个这个小惊喜给你，想让他们都知道，所以今天我在你生日上给你求婚。哇！韩豆豆，你愿意嫁给我吗？哇！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张雨绮，张雨绮，你们说呢？妥了。我愿意，愿愿愿愿愿。你屡犯我江山，我三十万大军一定踏平你们吴国。哼，三十万大军然而比不了我国十万虎贲军，灭了你！来人呐！行了，别吵了，别吵了。仁兄，替我做主啊！咱们这么解决好不好？不要武斗，咱们文斗。既然你们找我来解决这件事情呢，我作为中立者一个意见，好不好？咱们来一个三局游戏，三局两胜，谁要是输了。就割地求和，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那叫你们的军师上来吧。司马威，好好，快快请起我的大忠臣。那个谁，是这屋吗？是这屋。是你是吧？快啊！哎。来，开始吧。啊，我说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啊，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啊。咱们第一局，听歌辨曲，谁先来？哦，考音律。对，我先来。主公，我是一介武将，这些音律这方面我不强啊。哎，你大可放心，还有我。好，好了吧？老师试试啊，老师试试，开始吧。奏乐。爱我别走。哎呀，这个。爱我别走。对了，哎，就是这歌。好，可以，接着来，来，奏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哎呀，这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了。哎呀，好了吧，来，该你们了，我们了，对。哎，秦哥，你精通武学，这个音律，哆来咪哆咪发嗦。哎呀，从你这坚定的眼神，你这是为了我学音乐了。好，出题，走乐。大河向东流。哈哈哈，没听过，来过。下一首奏乐。Let u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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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主公，这歌耳熟啊。这歌你怎么还能耳熟？你每周六你没听过吗？就晚上十点多的。对，那谁知道叫啥名啊？哎呀，快点，时间要紧啊。不，下一个，来奏乐。大河向东流。主公，这首歌我听过。我哪儿听过来着？我就有点，刚才不刚放过吗？哎，时间到了。哎，第一局吴王胜。哎呀，成了，恭喜！下一题吧，曹兄。恭喜主公。第二局，咱们就是猜兵法。啊，谁先来？还是我们先？主公，我是一介文将啊，这个兵法我不太熟啊。你刚才不是说你是一介武将吗？我这人特别怪，就有时候是文将，有时候是武将。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啊，好没好？哎呀，好，那、啊、你们谁？还有我，还有 我尽力，我尽力。啊、来，出题了，准备啊！第一题啊，老王拿老赵的刀要杀了老张，顺手牵羊，声东击西，走为上计，过。啊，草丛里有一只蛇，我拿棍打了它一下，顺手牵羊，声东击西，走为上计，过。一只羊，我牵来又牵去，顺手牵羊，对，声东击西，对了，哎呀。下一题啊，我说要打你，其实我打他。顺手牵羊，错，声东击西。对了，走为上计。对了，声东击西。声东击西。再来。啊，我要打。顺手牵羊，声东击西，那个走为上计。我说题了吗？不好意思，我。不过你说对了，走为上计。对了。哎呀，真默契。哎呀，来，该你们了，主公。刚才对方的题答案分别是借刀杀人、打草惊蛇、顺手牵羊、声东击西和走为上计。好啊，行，等着输吧，吴海龙。出题，曹兄。啊，第一题，森林里有一只老虎，我要把它赶走。主公，森林里有老虎，主公想上山，但是山里有老虎，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调虎离山。哎，好啊，注意一下时间啊，爱情。啊，没事，主公，回答的快一点啊。哎。啊，第二题是我抓了你又把你放了，别抓了我又把我放了，听上去好像不对劲儿哈，但是我给你讲个道理啊，主公，说答案，就好比我这个拳头我要往前打，我就得往后缩一点，打得才远。答案是什么？又好比我要跳得高，我得先蹲下，跳起来才更高，对吧？说答案呢？欲擒故纵啊！对，告诉你啊，死胖子啊，你待会儿要是不直接说答案，有你好果子吃啊！快点，直接说答案，直接说，快出题啊！啊，那个老王去世，老李哭了，不知道啊。哎，时间到，停了！你们完成的一点都不好，你看看人家。老臣墨迹了。这局吴王胜。恭喜！哎、三局两胜了啊！曹兄啊，你看你这给我做主，我好歹也是个王，这么咱们再给我一局的机会，是不是一局定胜负，好不好？吴海龙，曹王啊，给他这个机会。行吧，恒，给你个机会啊！好，快出题。第三局呢，咱们玩的是。考默契，我跟我爱情，我俩从小玩到大，知道什么叫默契吗？啊，这就叫默契，真的。来，主播，浑然天，咱们俩随便说三个数，看看一不一样，好不好啊？一三五，太行了，默契，没问题。曹王稍等，我俩交流一下。你叫什么呀？我叫肖旭，我之前是做饭的，就是。你做饭，你当什么军师？我都不认识你。那个，您怎么称呼啊？我姓吴，吴。啊，吴国是什么国？咱们吴国呗。那我姓吴的什么？吴国。吴国。那我怎以后怎么称呼您啊？哎，你就称呼我为吴王吧，行吗？啊，吴王吧。没有吧？咱们考默契呢，主要玩的是这个，一个猜，一个答。谁猜谁答？你们一个猜一个答啊？那这样吧，那个就是你猜我答，不是，那这样，那个我比划你，你猜我就这样吧，就行，来，开始吧，一点默契没有，你们先来是吧？我们先来，我尽力啊，看题，哎呀，这个怎么比划是吧？滥竽充数，哎，对，过，来，看题。哎呀，这太难了，兔子乌龟。哎，对，过。再看你啊！拉！哎，对！哎呀，可以啊！哎呀，比划的很像啊！老臣就这么点知识，很像啊！时间啊，你们这个准备好了吗？这个，他们主公，你在犹豫，你在想他们为什么答的那么对？咱们的默契就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比划让我猜，对不对？哎，行，咱们再说一个心里的数啊！啊，来，预备，走，二四六，走！哎，爱卿，哎，我相信你啊！来，我比划啊，你来猜，好啊！有限时间内看字啊！哎，来，哎，简单啊，简单。浓眉大眼，这异形，不是。啊，老鼠鼠胆包天。下一题，快点啊！来，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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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主公，您乃是龙体，此乃举动定是龙飞凤舞啊！这么难，曹兄，有限的时间内我换一下人好不好？我换一下人啊！啊，你来比划，我来猜啊！来来来来，这个，猪头狗脑。对了，时间到。来，咱们呢就按事先商量好的啊，三局两胜，吴王胜了，哎，输的那边呢就割地求和了，承让了。主公，割地吧。放心，主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日我们定会东山再起的。好，爱卿，有你这句话，我相信你。拿去吧，的城池，哥给你的城池啊，81州郡，我们走。好，曹兄，这。小人，你家主公特赐请曹王、吴王和那个谁一起试探试探你，果真呢是奸诈之辈，卖主求荣。来说说，我们这次用的是什么计呀？尔等用的定是美人计。计中计。让他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默契，咱们同时说三个数。好，一三十。我是新来的。这位小姐，您需要点点什么？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我们餐厅呢，该有的都有。嗯，那给我来份家常的吧。哦。小姐，您要的家常的来了。你到底想不想娶人家嘛？想。那你为什么不求婚呢？我没有婚戒，我怎么求婚？我有，亲爱的，你愿意娶我吗？讨厌了啦，人家没有心理准备。戒指插好了，我办事儿，你放心。戒指给你藏到想都想不到的地方。不好意思，我迟到了。这是什么呀？今天呢，在咱们爱笑段子屋里面会演一个保险员工的角色。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
粉的一个团队，因为我们会以各种方式去把我们的产品推销给客户，可能也包括舞蹈。演戏和舞蹈比较担心哪个？我比较担心舞蹈这一块。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请坐坐。谢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是《我是奇葩》，我做主。啊，谢谢，谢谢。啊，我代表网友向大家问几个问题啊。在咱们这个《蒲公英之恋》这个组合是吧？对，《蒲公英之恋》。啊，咱们的队长是哪位？啊，队长，那个队长，是这样，其实我们没有队长，也可以说人人都是队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公司，我是他们的老板，我是他们的老板，是这样是吧？对，那咱们就是我发现咱们这个组合里面是奇形各异，就是有高有胖，有矮有瘦，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一个组合的想法？这个。让我的好助手德柏来回答吧。是这样，那个我们平时在工作过程中呢，发现这种方式，客户比较能接受，更能跟我们签合同。对，我们之所以用这种可爱或这种萌的舞蹈来跳呢，是因为主要因为刘维龙，对，他对，因为我们总部的领导非常喜欢他的性格。你让他说吧。就是呢，开始他们都特别讨厌我，黑黑的，白白的，美美的。舞蹈，然后，他们又学我，有了啦，一路飘红吧。哎呀，反正讨厌了，得了，闭嘴吧，要闭嘴吧，我说吧，是这样，我们公司原来呢是特别军事化的这么一个管理，就是我坚决杜绝这种行为的，男人卖萌。坚决杜绝，但是后来发觉在以后的工作上洽谈啊各方面确实得到了一些不错的成果。那你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带到你们的营销当中吗？当然会了。会啊。对，是可以的。咱们来开始。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我还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好，谢谢，
谢谢。哎呦，真是，你们的表演特别精彩，现场看到你们的表演，我乐了。哎，你太幽默了，主持人真幽默，这是主持人挺讨厌的，挺讨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比较尖锐的问题。嗯啊，就是我发现你们的唱的都是一些老歌，你们是那种就是写不出来吗？还是自己没那个本？其实不瞒主持人，我们四个正在共同创作一首最新的单曲。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是吗？对，名字起好了，叫软绵绵的喉结。真萌。就说挺讨厌啊。挺讨厌。挺讨厌。那也是，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到尾声了。嗯，我能够为我们观众们展现一下吗？我们都跳了，展现俩了。对啊，跳俩不再展现了吧？就不展现，不再展。来。爱笑金珠，我来啦！Hello，Hello，Hello，Hello。羊羊羊，可爱不？跟羊羊玩一下，来来来，谢谢。这两天呢，有一个特权，谢，没说要给你。这个特权卡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哦，我知道，就是要做一个动物。对。爸爸。哎，做一个小游戏。你咋知道的嘞？因为有一个姐姐跟我说。这是一个特权包。你知道吗？全开中，全开中。对，知道吧？棒棒，对不对？耶！男孩还是女孩啊？女孩，但是一个爸爸去哪？是你的同伴吗？大的多多。好棒！这个是一个动画片里面的一个人物。你比划一下他的经典动作好吗？哇！蝙蝠侠？不是，我刚刚说对了 ，Batman 吗？蜘蛛侠？对。这个是什么？一个动画片里面。经典动作是什么？就一个最第一个发明的新动画片，就是在洋洋晚一点的。好具体啊！奥特曼。对。又灵犀了。这个就有点难了。别搞我！洋洋，生气，是我。这个猜有可能猜不到。是谁啊？这俩像不像？像。特权卡，我分给两位。棒！哎，我看火箭了。反正不是我被谁现在。松鹤楼，松鹤楼，哎呦，客官，慢坐。好，
小二，给我来碗酒。小二，给我来碗酒。哎，客官，哎，好酒。好酒，再来一碗，满上，溢出来，满上，别溢出来。好酒，大侠，如果小弟没看错的话，您一定是乔峰乔大侠吧？哈，啊，哈！哎呀，久闻乔峰大侠武功高强，这样让小弟开开眼好不好？好，好。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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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邵大侠，你就这两下子吗？哼，哈，给你来两下真本事吧。给你来两下真本事吧。对。我的有尖儿，我的你看不见。好，哎呀，这边的乔大侠也就这两下子。大哥，大哥，爸爸，贤弟，爸爸出来了，快，贤弟，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来晚了就要自罚三杯，你来晚了就要自罚三杯。小弟我不胜酒力啊，大哥。小弟我不胜酒力啊，大哥。能否只喝一杯？能否只喝只喝一杯？好，好，小二，给我贤弟换个碗。小二，给我的贤弟也换个碗，早就准备好了。大侠，请。小二，小二，再换一个碗吧。再给我换一个碗吧。哦，要嫌大了还是嫌小了？小了。小了。哦。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小二，满上，对吧？客官是不是要溢出来？对，
别贪杯，别贪杯。哎呀，这个也不够啊。哎呀，换个碗，换个碗。行，差不多就行了。我先干为敬。我先干为敬。能喝多少喝多少。加油！好，好啊！哎呀，客官这是好酒量，这是海量啊！贤弟，这是海量，要不再来一杯？要不再来一杯？大哥，大哥，不是我海量，不是我海量，是所有的这些酒，是所有的这些酒，都被我的六脉神剑所逼出来了，都被我们六脉神剑所逼出来了。能否展示一下给大哥看看？能否展示一下给大伙看看？大哥看好了。大哥看嘛。好。好。六脉神剑，六脉神剑。怎么样，大哥？怎么样，大哥？不错。不错。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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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觉得我的内力有所长进。最近我觉得我的内力有所长进。哦，给我看看。哦，给我看看。小二，小二，拿个苹果，拿个苹，好嘞，拿个苹，好嘞，苹，好嘞。我先把这个拿出来，我先把这个拿出来，我先把这个。你有吗？你有吗？我有啊。我有没有啊？呀！先掰啊！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有办法，他肯定。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块，才八，不属于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块。贤弟，坐。好。
贤弟，坐。大哥坐这儿。大哥坐这儿。能不能坐到那面？啊，挡到我了。这样舒服。贤弟，能不能坐到那边？挡着我了。好，让我盘腿坐在这个上面。慢点，慢点，慢点，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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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让我盘腿坐在这个上面。贤弟，啊，贤弟，啊，要不要来试一试啊？要不要来试一试呀？当然了。好，来，咱俩换个位置。当然了。来，咱俩换个位置。大哥，你看，这里可以趴着呀。这里可以趴着了。大哥，我发觉这里可以倒立。这个叔叔是不是也特别厉害？没有爸爸厉害。爸爸和你不服头这样子。是吗？是的。大哥，我发觉这里可以倒立啊。他没有他伸的直。太猛了，厉害，厉害！哎呀，我如果没看错的话，这位白衣大侠，莫非是段誉大侠？承让，承让，承让，承让！哎呀，段大侠，久闻其名啊，今天正好小子见到了您，可不可以给我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凌波微步？好吧，那就献丑了。好吧，那就献丑了。行，行，啊！要还？要还啊！凌波微步，凌波微步。我还是离远点吧，我觉得也是。子阳，子阳，好帅不帅？爸爸比他厉害一些，因为爸爸是体操冠军。你太强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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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卷。快快快快，爸爸好厉害啊。我还可以翻过去。换动作了，飞哥。我还可以翻回来。失望了，为你赞。这样吧，这样吧，我来为你传授一些内功。我来为你传授一些内功。好啊，站在这里，站在那里。背好痒痒，背好痒啊，挠痒。我没有啊。是啊。别找了，他有缝你没缝。哎哎呀，腰上一下。哎呀哎呀，这也是吗？准备好了。
这要是表情吗？你准备好了吗？来吧，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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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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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啊，降降降，贤弟，贤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自己萌萌哒。我感觉自己萌萌哒，浑身充满了力量，浑身充满力量。好，好，不如我们比试比试，不如我们比试比试，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先来，我们先来，那你们先来，那你们先来。来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呀呀！你大概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吗？你大概知道吗？啊！我从你这儿看，从你的肩头这样跨过来，翻过来，翻过来，完了，我的腿，我的手会扶到你这儿，然后脚，你就弓，准备，要往下弓，完了之后往下倒。重心就肯定往前倒，就往右侧倒。我的手会稍微点一下，但你马上就要把我压到。那基本上就放下了，就下来了，基本上。对，基本上就下来了。明白吧？大概明白。我没有看懂。你就这样。我们没有看懂。你有特权卡吗？有啊，我们真有。有。哎。有用这个，什么？你提醒了我，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这样吧，开始啊！你们来个最后落地是这样的也行，对，算你们也算你们赢，好不好？耶，加油！加油！我没有看懂，我们没有看懂，你们来个最后落地是这样的也行，对，耶，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哎，这话该我问。准备好了吗？好，来吧。写完了，爸爸棒不棒？问阿姨爸爸帅不帅？贤弟啊，贤弟啊，刚才你把我打败了。刚才你把我打败了。我觉得传授你的功夫有点多呀。
我觉得我传授你的功夫有点多呀，让我吸回来一点，让我吸回来一点。小二，再会。小二，再会。今天，哎，微博那几个动作，我真的我。我说实话，我都要跪下了。太棒了！我真是这编导组就是骗我，就说是，就说今天世界冠军要来，你今天打败了世界冠军，你好，你就是冠军了。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这个，我都想好啊好啊，我去。结果我发现其实是班门弄斧。一般人像你这个体型的话，十秒钟肯定这样晃是吧？因为我们平常的吊环绳子没有这么长，我们一般是这个八米的吊环高度，这不止八米嘛，有十几米啊。所以那个绳子越长。这个晃动越不好掌握，然后你在那一直也就是这样轻微的，所以很挺有力量的，我觉得挺有力量的。谢谢。真的师傅在很久很久以前，美丽的公主爱上了英俊的王子。这一天，她终于鼓起勇气向王子表白。喜欢王子对吗？想表白。不好意思，他被我承包了。哼，放心，你不会变成哑巴的，你还是可以说话的。不过一年只能说一个字，想表白的话那就攒攒吧。来得正好，那个“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是什么？疑是地上霜。对，就是这句。哇，你好聪明啊！啊，总算想到了。但你找我什么事啊？哎，喂！王子，我爱你。你说的是真的吗？你长得好美，我也好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啊，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今年多大了？你的家在哪里？你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你喜欢听谁的歌？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孩子呢？你告诉我，我好让我父王去提亲啊。不愿意啊。那算了吧。
是梦妮公主，今年88岁，霍格沃茨大学毕业，爱好看书，喜欢听范时奇的歌，父母是国王和王后，我就来自隔壁城堡。66年前，你答应来我家提亲的。我等了你66年，我为你写了一首情诗，我希望我们一起把它朗读出来。你看，字不多。干嘛呢？念啊，念啊。你们看我像扫地僧吗？我觉得我有点像翩翩公子，有点段誉的感觉。第一次演类似这种舞台式的表演，我也不知道在台上会感觉怎么样。一会儿我们期待。哎，豆豆，我们认识吗？我们要在一起啊？不可能。山名为断情山，此水名为断情水。有多少江湖眷侣在此忘记了彼此？唉，可悲可叹。三板斧古筝，神鞭门得板。嗯，神鞭门跟斧头帮向来不合，我们两个也不能在一起。是啊，我们不能在一起。既然这样，我们就喝了这忘情水，忘掉彼此吧。好，你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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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太残忍了。这样，我们两个背过身。自己喝自己的吧。好。3、2、1。好清甜呐。再见了，从此以后恩断义绝。再见。孤筝，我是不会忘了你的。德白，我是不可能喝了这水的。此山名为断情山，此水名为断情水。有多少江湖英雄眷侣在此忘记了彼此？可悲可叹。你骗我，你根本就没喝这个水。你不是也没喝吗？好，既然这样，我俩面对面喝。好，来，干。干。从此以后恩断义绝。孤筝，我是不会喝这个水的。德白，我说了，我不可能喝这个水。好啊，德白，我们约在这儿喝忘情水，你竟然连来都没有来，只怪我瞎了眼了。
可是就算你没有来，我也忘不了你。古筝，我来了，我也忘不了你。哎，真是的，气死我了。此山名为此水名为可悲可叹。这位施主，请你留下。哎，我的衣服，我的道具，哎，把我扫把还给我。我们俩就别再各自鸡贼了。好，喝了忘情水吧。来吧，古筝，我俩一起等到药效发作了再走。好。啊，哎，姑娘，请问你是？我是三板斧古筝，你是？我是神鞭德白，我们两个帮派向来不和。今天我要跟你一决雌雄。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下不去手。我的心里也有种莫名的好感。姑娘，啊，你，我爱你。我也是。不行，不行，我们两个帮派不和，今天我必须忘了你。来。干干！啊！哎，姑娘，你是？你是？我爱你！我爱你！不行！喝水！喝水！我爱你！我爱你！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爷对我这么残忍？既然这是上天的宿命，我俩就在此了断吧。来吧，走！哎，哥。可悲可叹呐。韩东东，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我找了你好久，想不到你躲在这里。快跟我在一起，快跟我在一起。你是谁？我们认识吗？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我们又在一起啊。不可能。这样这样，初次见面我送你个礼物。来来来来来，礼物，请你把它喝下。好，好开心啊，好甜啊。你是谁？啊，我是你的仇人。仇人，一笑泯恩仇，我好喜欢你。你搞错了，来来来来来，怎么不管用？来来，我们再来一碗。啊，你又送我？对对对，再来再来。哎呀，好甜呀！你是谁？我是陌生人。陌生人，一见钟情，好喜欢啊！在一起啊！这样，我这盘全送给你了。来来来，都送给我。对对对，我们送完之后，我们再聊别的啊。好啊。好喜欢你啊，好喜欢你，别走啊，你要跟我在一起。笑笑笑笑的戏外动人到，笑笑笑你不能不看，我们都爱笑。素质。服务员，来来来来来，
小姐你好，有什么需要的话，按这个服务铃，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其他客人哈。服务员，点餐：海鲜意面、辣汁猪排、芦笋培根卷，两卷。谢谢。世界最防智能手机 D-Life S 5.1，提醒您稍后看点。一个人的午后真是好惬意呀，我又坐在新椅子上了，发个朋友圈。额娘好美，磨皮了吧？皮的可真好看呢。这椅子早晚都是我的，先让你坐热乎了吧。别急，椅子都会有的。皇上，皇上，呀，皇上来了。皇上是不是来了，容嬷嬷？啊，那种感觉特别熟悉。皇上一定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得了，你可拉倒吧，这皇上迷路，他也走不到这儿来。不对不对，刚才我跟皇上好像在用脑电波交流了一下。你得了吧，大清早你就抖包袱，你真有意思。真是。行了，你是不是坐我椅子了？我哪敢呢，你真逗。怎么不敢呢？这么大坑，那怎么回事？那么大坑不见得是坐出来的呀。就是你坐了，别废话，刚才干嘛呢？没干嘛，我就是发个朋友圈，小小的任性一下下。朋友圈还能发呀？那当然了，就是一个社交工具嘛，发你照片啊、状态呀、心情什么的。哎，那我要是发朋友圈，皇上有没有看见？不光皇上，所有人都看得到。是吗？那你快教我怎么发，怎么发？你快，你得照照照片啊，照片，摆个姿势，什么姿势？什么？摆别太俗的，我想想啊。什么？庄严一点。这不够庄严，这样来，耶耶，这就庄严了啊，这样这样庄严了，对不对？我给照一张，撅嘴，那个手劲好像还行，太好了，庄严了，快点拍，这个姿势我挺不了太长时间。好，然后呢？然后你写点东西啊，写什么？写什么？你看，我想写什么？你想写什么？我想写皇上我爱你。哎呦，你丢不丢人呢？那么多人看到，你写皇上我爱你，那写什么呀？那写什么？直接点吗？那你这样，你想想啊，比较流行的，你这么写吧。哎呀，我今天又败家了，大中午就喝了一瓶拉菲，太深奥了，不行。点了一桌子菜，突然没胃口了。你快点，我就想跟皇上表达我的爱意，你就说点类似的就行。哦。我给你弄，我给你写吧，忘了爱，这就好了，挺装的。你说现在这些人怎么都用朋友圈交流啊？很正常，我告诉你，自从有了朋友圈以后啊，大家的生活就是一个字，就是晒，知道吗？是吗？怎么晒？我看看，对。尔康新给我买的首饰，你们看好看吗？你戴起来一定很好看。买买买。不要犹豫，我买单。哟，马兰山批发市场买的吧？看着就不像正品。不小心又买了这么多，不要羡慕哦。又偷藏私房钱，等我回去收拾你。半夜放毒，太可恶了。哎呀，你这臭孩子，人家正在减肥，好饿饿。你看。洋葱跟蜂蜜一起吃完之后伤害眼睛，那洋葱跟蜂蜜你吃过吗？你吃过吗？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我不知道啊。来来来，我准备好了。你不是洋葱吗？啊，这蜂蜜。你干嘛？来一口尝尝。拿走拿走拿走，远点，拿远点，拿远点，拿远点啊！我发现了，有人在作怪，朋友圈才怪。哎。其实交朋友，不管你是用朋友圈也好 ，QQ 也好，哪怕你写信，最重要的是真诚。你用真诚才能换来真诚的朋友，对不对？朋友一生一起走，美好日子天天有，用真心讲真情，朋友圈。
会懂，除了山，除了白，还有我陪你走。朋友一生一起走，美好日子天天有，用真心讲真情，朋友真才永久。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除了山除了满，还有我陪你走。还有我陪你走。亲爱的，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巧克力。我喜欢吃黑色。你戴上这个，你看是不是黑色巧克力？二位，你们点的招牌墨西哥牛排来了，慢用啊。服务员。啊？这什么呀？这，你们点的牛排啊。你知道什么是牛排吗？你见过吗？牛排应该是这样的。